这节课我们来讲讲山水画写生的几种形式。一、对景写生。山水画的对景写生法要求实践者首先熟悉写生对象的地理环境，对其地貌特征、人文历史背景要有所了解，即所谓的意在必先的概念，重视立体而全面的深入观察体验。横看成岭侧成峰，要懂得移步换景的道理，做到步步移、面面观，选景要凸显主题意境。精神主体和情感冲动是创作的源泉，切记无病呻吟式的状物和客观描摹，比无妄下，三思而后行，而后再选择合适的位置进行构思和构图。尤其水墨对景写生时，先要把握客观对象的精神气质，以整体的艺术思维把控作品形制和全局，勾勒为形，皴擦为质，起笔韵墨时，勾、勒、皴、擦、点、染，需气脉相贯，笔笔生发。写生画稿要进行概括、取舍、提炼，不可目光所及者接入画图，容易面面俱到而注重细节刻画，产生琐碎、纤细、单调、平均等弊病。山水画水墨对景写生十分注重画面的空间意识，如高低、深浅、远近、聚散、开合，以及用笔的虚实、轻重、浓淡、疏密、徐疾等变化，充分掌握画面视觉整体效果的同时，在节奏、韵律、气象、生机、意境等精神气质表现上多下功夫。山水画写生的核心思想是表达搜妙创真的山水境界，面对自然万物，以大观小，小中见大，笔墨由心而发，步步为营，灵动鲜活，主题意境突出。在写生过程中必然会遇到许多具体景物如何去用笔墨进行概括的问题，比如会出现构图简单而贫乏、无节奏韵律和起伏跌宕的笔墨变化，无法抓住对象的基本形貌和地域特征。以西方近大远小的焦点透视法来写生，树实结构、丘壑内隐等物理知性难以领会，笔以立其形制，墨以分其阴阳，山石树木的阴阳相背、起承转合的表现处理上缺乏形制变化，尤其是笔墨毫无书写性，不能挥洒自如的以书入画，画面产生平板、僵硬而气息无法贯通，缺少内敛含蓄和灵动变化。写生教学中，研习者面对不熟悉的自然环境，容易缺乏相适应的笔墨经验和驾驭能力，同时也无法将课堂积累的传统笔墨技能进行实际运用和转化，甚至会感到难以下笔。画虽无重法，贵在创造，只要因势利导、因材施教、细心体察、教学相长，就会潜移默化，掌握一定的艺术规律，这能更好地帮助研习者完成教学目标设定的写生要求。二、技艺写生。技艺写生是传统中国画目视心技的一种独特的写生方法，凭借保留欲看的心沉墨迹来进行对所见景物的墨写，而不是面对实物的勾勒临写。这种依靠记忆所营造出来的胸中丘壑、
又被董其昌称之为丘壑内吟的山水画内心体验方式。古代山水画家主要依靠对自然山川的入微观察体验，并将这种深刻的记忆进行心灵酝酿和笔墨还原。顾闳中凭记忆所绘《韩熙载夜宴图》而毫发无疑，吴道子默写《嘉陵江三百里山水》，黄宾虹看夜山而悟《黑墨团里天地宽》，都是以记忆为粉本的鲜活案例。当然，传统画家也有临渊摹笔、直泻胸臆的，但绝大部分古代画家所强调的诗法自然，是饱览名山大川而后凭记忆下笔，这可能与古代的写生条件的局限性有关。一是因为繁杂的绘画工具不易携带，和原始的交通工具、道路的制约；二是变化无常的气候影响，野兽出没的生态环境，无法安营扎寨，并长时间在相对固定的荒郊野外驻足；三是古代传统五日一石、十日一水的三繁九染画法，无法在较短时间内一挥而就；四是一部幻景式观物、体察、领悟的精神指引，比流连忘返的实地描摹更切实际，并能满足保留欲看的目的。如今中国画家的写生条件是古代画家无法想象的，可以说是应有尽有。无论交通和生活的便捷，还是对天气变化的预测，使户外对景写生成为山水画教学的常态。但传统记忆写生并未因此而失去它的价值和意义。首先，它能够让研习者以记忆的方式深刻体会心手相应的道理，使内心充满无限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同时，可以克服对景写生过于细节化的刻画，启发重组和架构的独立思考能力。再则，是摆脱眼见为实的依赖性，避免应物像物的客观描摹，根据内心需要，将观察生活和想象空间进行有效的拼接，从而吸纳万境，自由驰骋。但记忆写生并非是闭门造句式的天马行空和空无一物，其前提是建立在胸中丘壑的记忆积累，自然万物安熟于胸，方能下笔如有神，为山川传神写照。三，文字写生。中国传统文字的美妙，有时比笔墨来得更为细腻和深刻。历代文人墨客用他们美轮美奂的语言文字来记录大自然的无限美好，诗词文赋、散文游记，一篇篇千古绝唱，令人身临其境，心之向往。中国山水画是有情感、血肉和诗性的，它是人文知性的精神象征，以物喻人也是中国山水画彼得思想的集中体现。从最早的《诗经》《楚辞》，到曹操的《观沧海》，王羲之《兰亭集序》，陶渊明《归园田居》，《桃花源记》，谢灵运《登池上楼》，石壁精舍《环湖中作》，谢眺《晚登三山还望京邑》，高宗复、王勃《滕王阁诗序》并诗，王维《辋川集》，孟浩然《春晓》过故人庄，李白《望庐山瀑布》《望天门山》，柳宗元《永州八记》，范仲淹《岳阳楼记》，欧阳修
《醉翁亭记》，苏轼《前后赤壁赋》，杨万里《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等等。这些千古绝唱，或豪迈放达，或清丽温婉，或悠游疏淡，或洒脱飘逸，或沉积出尘，或高亢沉雄，正如《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反复强调，诗的意境必须表达宇宙本体和生命，所以品格独具，千秋隽永，历久弥新。他们的精神世界与山林往来，泛舟湖泊，逍遥云水，抚琴吟诗，笑咏终日。这种归依自然、借景抒情的文字表达，已成了文人墨客笔下的山水精神家园。所谓诗言志，是通过诗歌的形式传达意境和表现思想的。苏轼说，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山水诗和山水画的语言表达，是一种静生于向外的心物契合的审美意象，贵在自然天成，并提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概念。诗画合一的境界，也是文人画最为重要的精神指向。王昌龄在诗格中把静分为三类，即物静、情静、意静，认为自然山水的境界是物静，人生经历的境界是情境，而内心深处的境界称之为意境。意境是以心扩之，超越自然界有限的象而趋于无限，是造化自然本真、气韵生动的景象。它融入了人性中的情志、理念、文质、状态、精神等多元的生命关怀。无论是文字的表达，还是笔墨的描绘，山水画的意境审美都是传达景外之意。正如庄子《逍遥游》中的“游无穷”，是无限情思的升华。在山水画写生当中，我们通过诗词、游记、散文等文字表达的方式，将写生过程中无法尽情的主观情思加以延展，自然界深邃内涵的意境，生机盎然的律动，寻意不尽的意味，出神入化的境界，与笔墨不到之处立言，其诗情、理趣、心绪、韵致，就能够思与境协而寄言出意了。文字写生是山水画人文精神的自觉，是山水画写生中实现主体与客体之间情感传达的另一种方式，也是对景写生、意象境界、笔墨心灵化的有效活动。所以古典兴体诗往往以形容自然景物为开端的手法，从而意象愈出，造化已齐，诗情画意，睹物兴情，目寄往还，心意吐纳。刘勰《文心雕龙》中说道，夫心生而严厉，严厉而文明，自然之道。意思是说，有了心灵思维，就有了语言，有了语言，就有了文章词产，这是自然的道理。在山水画写生教学过程中，多元的语言表达方式给我们的生活体验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对景写生、记忆写生、文字写生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它们不是舍其二而取其一的自由选择，而是互为补充和作用的整体课程。主观思想意象与客观自然形象
两者无法割裂，而中间的唯一纽带就是语言。因此，刘勰又在《文心雕龙》中提到：“夫情动而言行，理发而文见。”通过山水写生，构建山水思维的意象空间，既寓言而出于意，从而寓意抒情，于自然万象中求得本真，立意取象，造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